大盗 Peter Lee， 我终于抓到你了。没想到你是特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国际大盗，当然是来偷东西的。你要偷什么？我要偷走你的心。怎么了？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我对你一直挺认真的呀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撅我呀？快快快，掉环了，你快给我安上。哎呦啊，你真拿自己当特工了？咱们是特工学院的理疗师，人家特工在外面打打杀杀，咱们在医务室给人家按摩正骨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就是不要当理疗师，我要当特工。特工多帅，拿着枪咔咔咔。那咱们给人家正骨的时候也这动静，咔咔咔。走吧，这就不是咱该来的地儿，快走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必须要再陪我演一次。哎，不是，不行，那一会儿院长来，你这最后一遍啊，来。走你！哎呀，我这不想！哎呀！你这，这就是扯淡！那两个理疗师如果再来到这儿，立刻给我开除！我说的不对是不是？你有意见呢？没有啊，我这不都记下来了吗？把门关上，跟你说点私密的事儿。现在这里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。没有啊，我感觉挺热闹的呀。还记得我派出去抓皮特里那12个特工吗？任务完成了啊？全死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你千万不用外说啊，人多嘴杂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给我下来！下！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啊，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你们过来，你们快点的吧。这一天，这我就说不能。